今次唔会答复康巴嘅情况下，以轮椅嘅角度，点样由九龙区去玛丽医院和周边地方，由柯士甸站往 A 和 B 出口方向出闸，往惠民道升降机上地面。出咗站外，转右前进。去到前面灯位，横过惠民道，前面就是970和970 X 巴士站，前往玛丽医院。咦，呢度有个残次喎，都几方便喎。到达玛丽医院前往搭升降机，升降机有两层，一至天桥前往沙宣道，二至前往玛丽医院。走埋去询问保安哥哥先。我想问下，去呢、這个呢、這个赛马会跨学科研。我知啦。咁你应该咧就咁样噶，你搭翻呢部 lift 上去上高先。咁啊，天桥咧喺里边，天桥咧有部电梯嘅，银色嘅，搭翻落去地下，搭翻落地下咧就落沙宣道。另外唔系呢座大楼，另一座大楼有门市住嘅。天橋通唔到㗎，
天橋呢度冇天橋咧，喺上高天橋有部電梯嘅。我知道，我話呢座樓通唔到隔離座嘅。通到，但係咧就好崎嶇嘅，要經過嗰個卸貨區有車㗎。危險啲嘅，但係你嗰度落斜路都好危險喎，上落斜路嗰度都要落一個叫過台嘅，要經過一個斜路啊，嗰度都有斜路噶，係咯，嗰度都有個斜路噶，嗰個斜路仲斜啲添㗎。咪就係我就係我就係唔想落斜路咯。但我哋呢邊都有斜路㗎，都要落斜路㗎。你搭咗去地下之後，都要經過嗰個送貨區嗰個斜路，落翻去車場。再先通到過去㗎，仲要經過馬路啊，所以你搭嗰部 lift 落去咧就仲方便啲。咁係咯。咁樣啊？係啊，始終叉燒道係斜㗎嘛，啊，兩邊都係斜路嚟㗎，啊。但係嗰個好斜喎，嗰度。係，兩邊都係咁斜㗎，嗰、那個出世貨台仲窄添，咁窄嘅，嗰條斜都係咁窄嘅啫，係、啊、俾人上落貨嘅，咁樣咯。由沙宣道引路，赛马会跨学科研究大楼，可能如果你自己嚟，都要帶一帶佢過嚟先得啦。好啊好啊，聽下。你係咪直接聯絡人？係啊係啊。O、okay、K。我想問你話，呢度到唔到？到得，你俾啲時間我呢度。慢慢係嘛？好，佢哋過嚟。你帶都唔知喎，呢個秘密通道。可以有少少靚嘅秘密通道，唔係你帶都唔知喎，真係。可以，我可以下次都係我帶去喎。好啊，好啊。食咗嘢啊？係，你食咗未？食咗。邊日到都幾早嘅，我預早啲啊，因為未嚟過啊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幾好啊。因為我冇咗咁慢嘅，不過上到要麻煩你自己借個洗手間。好啊。你哋有人幫我換衫攞啲嘢啦。有，好，唔該你。佢係轉右得噶。嗯。跟洗手間先好唔好啊？得。咁我。OK， 呢個應該係啦，係啊，慢慢咧，我出面等你。好好好。嗰個 sofa 嗰邊。好，唔該啦，唔該你啊。